7月15日，陕西师范大学2024年毛笔书写录取通知书开笔仪式在该校举行，现场11位老教授及校友代表等共同为5200余名2024级新生书写录取通知书。据介绍，陕西师范大学已坚持18年毛笔书写录取通知书，它已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名片，彰显着学校深厚的人文底蕴。18年来，陕西师范大学持续对手写录取通知书进行改良创新。今年的通知书在设计和工艺方面都进行了升级，更加古朴雅致。陕西师范大学每年高度重视我们这项毛笔书写录取通知书的这个工作，每年都在不断地做改革创新。今年的话，首先呢，对于这个录取通知书这5个字的来源，我们是集自于颜真卿的这个多宝塔，同时呢，在工艺上也做了优化和改进。工艺上呢，把封面和宣纸的这个内页装裱在一起，二者组合在一起，有助于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这个保存。据了解，今年参与录取通知书书写的11位老教授平均年龄7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91岁高龄。他们书写的每一封录取通知书都蕴含着对新生们的深切祝福与殷切期盼。我是从2019年开始写的，今年是第6年，用这个毛笔手写通知书，它的意义包含着4层意思。第一层呢，是表示对学生的祝贺，对吧？考上了大学。再一个表示我们师大对学生的欢迎。另外一个呢，表现了我们师大老师对学生们的一种尊重，尊重。最后呢，也包含着我们对他们的期望或者期盼。来自山东的李颖同学，以637分的成绩被陕西师范大学化学专业录取。当日，他来到了录取通知书书写现场，并在场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今年第一封录取通知书。在现场收到老教授为我用毛笔亲手书写的第一封录取通知书，我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这是陕师大给我们新生上的第一堂课，这不仅仅是一封录取通知书，更是陕师大人对于经典文化的传承，对于我们新生的关怀和教导。我自己也是一位软笔书法的爱好者，希望在未来在陕师大，我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书法，学习传统文化。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创新中华经典诵写讲教育实践形式，广泛开展诵读、书写、演讲、写作、诗词歌赋创作等实践活动，探索构建了以中华经典研习与汉字书写教育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模式。在教育强国的新背景下，陕西师范大学将坚守教师教育的主责主业，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教育家精神为牵引，培养更多的卓越教师和未来教育家。